我的第三次功课，我就在外国，不在这的时候，我用电脑 Skype 给我女儿打电话。我常常跟我女儿一说话就是一个小时。她总是说跟太太逛街的事情，还有跟她的朋友玩的事情。我一天比一天想我女儿和太太。他们去年四月来到了圣迭戈，我真高兴。我在二位国际机场接我女儿的时候，我觉得她成了一个小女孩。我们今年暑假开车旅行到了佛罗里达，我们去了很多美国的地方，比方像科罗拉多的堪萨斯，这些地方，我觉得别的美国的地方不如圣迭戈那么好。我在佛罗里达去 Disney World 的时候， Disney World 里的人很多，对我来说啊，还有天气热得要命，对我来说，那么热的天气排队，简直是受罪。我觉得宁可在旅馆休息，也不要排队那么久。